OK， 好，下一个我们去三 A。OK， 好，首先三 A 哈，好，三 A， OK， 二包 N， OK， 中文是化简。OK， 化简就是让它越来越少啦。好，第一个 N， 然后这里加二，所以呢，我们先处理先。OK， 我们写二包 N。OK， 那个加二，我们写二包二。OK， 这是第一个，然后减掉二，然后二包 N。然后这边我们再另外拆开完了 ，power n 跟 power 减一 ，OK， 到这里为止还可以吗 ？OK 啊，好。那么接下来你看一下这边224它会变成 4， 所以我们写四个 power n 减掉两个 power n。OK， 下面这边哦，它则是 2， 然后 power n， 然后2包减一是二分之一来的。Okay， 所以来，如果你发现那个二包 n 好像很乱讲，你把它当成是一个东西，这是一个东西，这是一个东西，这是一个东西，所以没有 highlight 的那些都是我们的数字来的咯。OK， 下一个我们这样写，等于 OK， 老同学，好，等于四个 OK， 四个减掉两个，我们剩下两个二包 n 了。好，下面的话呢，数字跟数字越，二乘二分之一，剩下一，所以我们这里写。一个二包 n， 好，哎，上下都有二包 n， 越减越减，答案等于二。好，所以这个是三 a 的部分 ，OK， 还可以吗？老师，哎，这个二。2n 这个是怎么不见的？就是你黄色的那个，哪个上面到黑色的吗？还是这个第二个？就是你用黄色 highlight 的那个，啊，是怎么就不见啊？哦，到这 OK， 这个步骤到这一个步骤可以吗？啊，就是这个步骤，我有点。哦、oh, ，OK， 好嘞，我这里在讲话，嘿，不用急，来，我们来看一下，哎 ，OK， 所以首先哈、哦，你看一下哈，所以你如果会觉得它很 confused， 你把它当成是一个 m，OK，、okay, 这里我用一个小小概念，你们用，你把它假设它是一个 m 来的啊 ，OK， 假设 m 等于二包 n 哦 ，OK， 所以我们写4 m 减2 m 除二乘二分之一就是一，下面那个我们换成 m， 我们写成这样喽。好，那么上面来 4m 减 2m 等于多少？ 2m， OK， 这边都有 m， 所以来一样的东西我们越减，上面跟下面越减嘛，你就会越掉。好，所以刚才我们说把这个东西当成把2包 n 当成是一样东西，我才会 highlight 起来，你就把它当成是一个物品就可以了。 OK， 四个黄色的减掉两个黄色的，我们的分子就会剩下两个黄色的，两个黄色的，对。然后到下面的时候，二跟二分之一越掉，我们剩下一个黄色的。哎，上面跟下面都有黄色，就好像你四乘三除掉四一样。哎，这边都有一样的东西，我们就越掉。所以同样的，你看一下上面跟下面有一样东西吗？有，越掉，到最后答案等于二。OK， 还可以吗？懂了，谢谢老师。OK 啊，好来，所以我们去 B 的时候哈，那么 B 我写中文给你们呢，求方程式什么什么什么的解咯。OK， 哎，给我写一个，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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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解。哎，这样。OK， 好来，接下来我们去看 B 的时候，三 B，
OK， 好，首先三 B， 我们先写一下啊 ，log 三 x 加来啊 ，log 加 log 乘加就是乘咯，来，我们写 alert 这个东西在哪？好，这边有一个重点需要我们去 take note， 哎，掌声 ，you tell me， 好，首先你看一下啊，我们先检查先，这个三跟三小个的一样吗？一样，所以一样。我们就可以开始处理上面了，加就是乘，所以我们就会写 log 三 ，OK， 两个大个的、啊、x 乘这些东西，所以 x 乘 x 二变成 x power 三 ，OK，x 乘减 x 变成减 x power 二两个喽，减五乘 x 减五 x，OK 等于一 ，OK， 到这个步骤还可以吗？乘就是加，来加就是乘 ，OK。好，那么下一个你看一下，哎，这个 log 要吗？不要了哈。OK， 所以这个 log 我们要怎样弄掉呢？好，来，首先你先写前面啊，写里面的那个 x power 三减掉二，x power 二减五 x。OK， 这个三你把它丢过去对面。OK， 所以这个三我们你看啊，这样小个啦，它到外地它就出人头地了。OK， 所以它就变大个的。变成原住民就会被挤上去，所以这边三咯。OK， 所以这里等于三。好，那么现在我们把它推啊 ，x cube 减掉三 x cube 减 x square 减五 x 减三等于零。在目前为止，我们做到这一个部分。好，现在请拿出你们的计算机，我教你们要calculator 按答案了。OK 啊，所以来你们先准备那个 EQM 的地方去，等一下。OK， 好嘞，接下来你们按 calculator， OK， 先打开啊。好，第一，你们按 mode 三次，一次、两次、三次， OK， 看到那个 EQN 它是一吗？所以你们按一， OK， 选一了。OK， 未知数有几个？我们未知数只有一个，所以你按 mode 跳过。OK，degree、okay, 你要选多少？来，你看一下你的题目，你的题目那边它是 x power 三 ，OK， 所以我们选三啊 ，OK， 所以选最大的那个。好，首先他就问你了 ，a 等于多少 ，b 等于多少 ，c 等于多少 ，d 等于多少喽 ？OK，x power 三就是一 x power 三，所以 a 等于一。好 ，b 等于 OK 减。减一 x square， 所以我们就放减一，所以减一再等于好 c 等于多少 ？c 那边 x 那边是负五，所以我们就放负五，跟着排啊，跟着排啊。好，接下来 d 是多少 ？d 是负三 ，OK， 所以我们就放负三。OK， 再按等于 ，OK， 来等于，哎，答案出来了，所以第一个答案 x 等于三。OK， 我们看有没有第二个答案啊？嘿，再按多一次，第二个答案等于负一，所以 x 等于负一。OK， 还有第三个答案吗？再按多一次，哎，没有了。OK， 所以就这个两个答案了。好，结束。老师，怎么那个 log 突然间不见了？哦，因为这个 log 我们搬过去了，就好像，就好像我们平时做什么？square root x 等于四，所以 square root 搬过去变 square， 所以得到四 square。当然 log 它也是有这样操作的，它也是搬过去对面的时候需要做一些什么，所以它搬过去对面会变成什么呢？这个我们比较少讨论，可是实际上它是有的。所以呢，如果说你看到那个题目啦，它是这样 log 十 x 等于二。OK， 所以这个十它就会它在这里还是小小个人物，可是当它到了外地，它就变大人物了。OK， 原本那些人就会被排上去被挤上去了咯所以这个就是它变化的过程啦。OK 啊，可以吗？好，所以你看一下 log 十 ，OK， 本来是小个，你搬过去对面，所以就变成十 square 咯。OK 吗？所以等于一百。好，再来多一次 ，log 七 x 等于一 ，OK， 这个七怎样丢过去？所以这个七小个的嘛，它丢去外地，它就变这样，那个一推上去。OK， 明白。明白哈 ，OK， 所以这样就是 final answer 了。
刚好这个你们定了起来，因为这个有它会三种的连在一起啊，那个等下我们会看 example 咯啊，这个你们 highlight 起来。OK 啊，所以这个是 B 的做法。接下来我们看 C 的做法的时候 ，OK C， 你看它好像很复杂，这样不用紧，我们来看题目要的东西是什么啊？好。到尽头不能多留。OK， 好，首先你看一下，这里是七，这边是十六，二包 y， 哎，这边包一个包括减 y 哦，你看它无缘无故加了一个包括在上面，所以它的那个加包括减包括，只有一样东西才可以让我们自己随意加包括或者是弄掉包括，那个就是 log。所以你看呢、啊，既然它在包括这边下手，这样我们也要从包括那边下手。所以如果你要从包括那边下手，代表你需要用到 log 咯。好，首先我们先抄题目先，七等于十六二包括 y。好。现在来我们 log 它 ，OK， 所以我们 log 两边先 ，log 七等于 log 十六二 power y，OK，、okay, 好，你那个二 power r， 二 power y 我们可以先拉下去 ，OK， 我们先这样放，或者是你不要拉上去，拉下去也可以啦 ，OK 啊，好，这个时候你看一下它是减 y，OK，、okay, 它加了一个 power 减 y， 通常那个 power 怎样加？我们就会加在前面，比如说你放减 y， 然后 log 七，然后等于二 y log 十六。好，本来是这样的嘛。好，那么因为我们这样放减 y 了，过后我们右边也放减 y。哎，老师，为什么你知道前面要放减 y 的呢？因为我这个减 y 到最后哦，它也会被搬到后面去，所以它等下就会形成七 power 减 y。所以你如果看到你的题目它有多加一个 power 的话，它在 power 下手，你就用 log 来 settle， OK， 所以如果有牵涉到 power 的话，你就用 log， 这边写啊，用 log， OK， 还可以吗？ OK 啊，好，那么左边有了，右边也有， OK， 右边我们就弄给它完了，加减减2 y 乘 y y square log 16，OK， 所以这个我们就顺便搬上去，我们得到 log 16减2 y square。好，接下来你看一下，喂、哎，两边都有 log 哦。OK， 所以既然两边都有 log， 这个时候你就删掉咯啊，因为我们它的功德圆满了，它已经得到这个了。OK， 所以到最后我们写最后答案，七减 y 等于十六 power 减2 y square， 完，就这样完了。多少分呢？哇，四分，结束了。OK， 还可以吗？哇，这样四分，哇，好抓哦。OK， 所以现在37分，所以我38分我会拉上。38分我们讨论 function 的函数，也就是我们第一课，我们今年的第一课、啊、学的第一课。OK， 好来，所以现在38分了，我拉下来啊。OK， 好来，现在你们先抄下来这个第四题 A。OK， 这个不用做，因为这个不在我们的范围里面。OK， 你做4A 的这个啊，这个啊，先抄题目，还有这个啊，我们剩下的时间我们就来讨论第四题啦。OK， 当然下面第五题你们要做也可以啊，你们可以 try 咯啊，我把答案把题目拉小一点，你们要的话可以试试看。这个有一点像刚才我们做的东西那个搬把的，所以你要尝试可以尝试，因为一样的东西。
OK， 我们四十一、四十二再继续了。好，你们先抄题目先了。哎，顺带一提，这个考试长处，这种大的power，我们做题目没有做到大的 power 哦。好，来，我们在这里讨论。这个考试有出大的 power。OK， 好，来，我先准备一下第四题先了。来，还没有好的，你们拍下来啊。OK， 好，三二一，我就来了哈。好，三、二、一 ，OK， 换。OK， 好来，首先第一，我们先看 f square 先啊 ，f square。OK， 在 f square 这边来讲 ，OK， 首先 f square 就是 f square x，f square x 就是所谓的 f 里面再放多一个 fx。好，所以本来我们是 f 里面是多少，将它那个另外一边就等于多少嘛。fx 里面旁边的东西全部都是 x 哦 ，OK， 本来是这样啊 ，OK， 2x 减一，然后除 x 减二，本来是这样嘛。好，那么当你放了 fx 过后 ，OK， 里面的东西当然就全部都 fx 啊 ，OK， 所以 fx 我已经知道是 2x 减一了，所以我们就全部换喽 ，OK， 然后 2x 减一。好，接下来我们再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哦，这里的分母全部都是一样的，所以就让它同分母。所以在同分母的步骤，你可以这样写，等于 ，OK， 首先先把那个二乘去上面，所以它就变成二乘二 x 减一除 x 减二。好，那么接下来它写减这个一呢，我们把它变成。一样的分母啦，所以我们写 x 减二跟 x 减二，可以先这样先。为什么一定要放 x 减二？等下我们可以把前面跟后面直接统一咯。OK 啊，第一个我们做的步骤是这样。接下来另外一边，我们把这个 x 减二，哎，这个二我们也顺便呢让它同分母，所以我们写 x 减二在这边。OK， 这边是 2x 减一，好。接下来我们减掉哦，这一块呢，我们就写成二 ，OK， 二除一啊，好，那么你另外再乘多一个 x 减二，左边有，右边也有咯 ，OK 啊，好，那么下一篇来，我们就把它的分母合起来了 ，OK， 当然有些人快的话，你可以直接把它的 x 减二抽掉，没有问题的 ，OK， 所以来我们继续，所以我们就会看到 x 减二，然后这里二乘。2x OK， 我先彩虹进去啊，它会变成 4x 减2 OK， 减掉括弧啊，这里要括弧啊 x 减2 OK， 这是第一个。好，分母的部分 OK， 所以我们先写 x 减2 OK，
那么在这边我们就会写 2x 减 1， 减掉2乘 x 减2。OK， 这时候你有看到那个金黄色的吗？ OK， 这个金黄色的它的分母都是一样的哦， x 减2跟 x 减2。实际上等下我们除变成乘，倒反过来它也会被删掉，所以反正一样你就直接删掉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的分子就会剩下这样 4x 减2，然后减乘进去，减 x 减减加加2。好，另外一边我们得到 2x 减 1， 来减 2x 减减加 4， OK， 所以算到来上面就会等于 3x。 好，减2加2没有了哈。好，这边 2x 减 2x 没有了，4减 1 3， 所以到最后我们整理一下 x 等于 OK fx f square x 等于 x，所以这个就是最后的答案了。 OK，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OK， 到这里为止还可以吗？OK 啊，还可以啊。啊，来，你们先写下来先。好，最后五分钟我们讲那个 F37。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那个 F37， 为什么这样奇怪的数字？你有看到吗？37其实就是单数 ，OK， 所以37我们可以写成 F 括弧 F36x。好，为什么这样分呢？就好像你 F square 嘛，所以我们就会放一个前一个后咯。所以如果 x power 3的话，它就变 OK， 如果 x power 5，它就会变成F， 然后 F power 4X， 所以我们都会先抽一个其他的放里面咯。 OK 啊，所以你可以这样猜，然后当然你也可以写13也等于 F1 跟 F12。 OK， 我们这样看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好，喂， 36好像有一点大哦。 OK， 好，来，所以首先我们先处理36的部分。 OK， 36呢， okay， 我们在里面开始啦，等于 F OK F OK 36不能了嘛，我们再继续开 F2 跟 F34X。好，要不然这样啊，等一下啊。OK， F34 跟 F2X。 好，首先我们先这样开先咯。好，为什么我要这样开呢？因为你有看到吗，刚才我们的题目哦，它这边就有给了我们的 f square x 等于2，所以 f square x 等于 x，所以等下我们只要 let 它一个 x， let 它一个 f square x， 我们就会直接得到 f， 然后 f 34，然后 x 在这边。好，你有发现到吗？本来它不是好端端的36个了吗？ OK， 可是为什么我们分2出来，它就会变成34个？那个两个去哪里？那个两个变成 x。也就是代表说，等一下我们又继续开成双数的话 ，OK， 好来，所以如果我们再继续做到底的话，比如说 F 32 OK， 然后其他的你放在里面 ，F square 34嘛，X 在这边 ，OK 就会等于 F OK， 然后 F 32，哎，这个双数又把它变成 X 了。所以你有看到吗？本来36个，哎，无端端经过这边，再经过这边，它就变成32个了。所以代表的像双数扣到最后的时候，它当然还会再下什么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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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它扣到下面的时候，它就会变成这个 OK， 扣到最后它就会变成最小的双数，也就是 F square X OK。 那么扣到这边来，哎， F square X不是 x 来的吗？啊，刚好它又变回 x 了哦，
所以到最后你看啊，你做到最后啊，他给你的答案是 fx 来的，所以来 fx 是多少？抄题目 2x 减1除 x 减2结束，看过哦。 OK， 你从这边37你发现哎，它可以少可以少少最小的这个 f 和2双数的，然后你到最后把它变成这个，到最后它跟题目一样抄回题目就可以了、所以这一题蛮特别的，这一题有碰过啊，这个打星星，我只是好像没有给你们做到啊，就跟你们 highlight 起来了。 OK 啊，好，那么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 OK 啊，所以如果你们写好就可以 leave 了。 OK， 拜拜。老师，拜拜。老师，我是有点跟不到。可以拍下来，拜拜。老师，老师，好了，可以吃饭，拜拜。哎，老师，我要问问题一下。来问问题，我是有点跟不到，怎么要变成简？不好意思，刚才耳机松掉，我没有听到声音，抱歉，抱歉。好，来你说，你们说。假设一开始是。变成是 F 三十六减 x， 为什么要减 x？ 哪里有减 x？ 没有啊，没有减 x 啊。第二行那个 F 括弧 F 三十六。它不是减 x， 你看一下，它是三十六，然后三十六可以这样开，我们可以这样开，F 三十六把它变成三十四跟 F 二 x。 好，当然你如果讲，哎，这个三十六你要开成九 x。跟等下这样写，10跟26也可以，你要怎样开都可以。那个36你可以把它变成 F30 跟 F6 个、你要这样开也可以，看它怎样开吧、所以我就先把它开成 F2 X， 因为我们跟这里刚才有找到嘛。 OK， 到这个部分还可以理解吗？大家不明白你们再进来、因为时间